多少少还是会有点紧张，因为经过了金马，然后有了金马的肯定，他真的是，这是我们台湾现在不可多得的好演员，我们大家都跟你看齐。金马影帝哦，以后真的是可以很大声叫你金马影帝，直接就叫金马。真的来得太快了，就是因为金马影展的时候，我觉得跟着剧组一起去放映啊，在金马影展放映啊，我觉得得到一些很多很正面的回馈，就像是不管是跑金马影展的记者啊，或是媒体朋友们，那还有甚至是观众，我们都得到很多那种很热烈的感觉。那现在是不一样，就像是上映之前啊，就会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紧张，是。因为经过了金马，然后有了金马的肯定，那我希望，我认真的希望，如果说真的金马奖是可以帮助到这部片，可以更多人关注。今天的那个 social media 啊，一滑全部都是复读，都是你，都是你那段那个15秒，全部扫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记得他们在拍的时候，我有一次还跟康仁视讯，他在马来西亚，真的、啊？对，我在录音室。然后我跟他视讯，我看到他的样子，我是吓到，我真的佩服。我刚刚看了说谢谢他把这个奖项留在台湾，然后他真的是，这是我们台湾现在不可多得的好演员。对，然后希望我们大家都跟你看齐，然后谢谢，真的。作为一个演员，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放下，投入一个角色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但在康仁身上，这几年我一直看到。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奖项给他是实至名归，然后我由衷的替他开心。